而在个股方面，扎克伯格宣布要捐出所持有的99%的股权，此事呢并没有对 Facebook 的股价造成大幅的影响，他仍然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有对 Facebook 的多数投票权。那么在未来3年，他捐出的股份将不会超过10亿美元。主持人。